2021年金鹿奖得主 Team Supreme Pegasus 9 Four Rings 冯玉恩。他心存善念，带着最纯粹的心去造梦，去圆梦，一路学习，一路锻炼，一路跌倒，一路成长，一路贡献，一路蜕变。他创造了自己的一片天。对他来说，奉献这条路是永无止境的。他是台湾立会的传奇冠军人物，他就是温文婉约、以柔克刚的筑梦家 Team Supreme Pegasus 9 Four Rings 冯玉恩。